偏平哎，偏平哎，电容器长这个样子，古代的电容器长这个样子，现在电容器两只脚一长一短，右边那个也差不多也是圆筒状。现在超级电容器可以用来做汽车发动，超级车辆或行动的电量电容器，超级电容器。现在2017年，今天11月17号，校庆11月11号，成功大学，这里博物馆。温度计哦，水银温度计。比重，还有比重计，还有比重计，还有比重一。